肥仔，出嚟啊，肥仔，肥仔，喵！啊，平時啊走嚟走去，而家見到陌生人又唔見咗，你唔知匿咗去邊？咁大份可以點匿咧？肥仔，唔緊要啦，我上嚟都唔係為咗只貓，我係要探索你嘅生活啊！咦，咁多 figure 嘅，女朋友送噶？好啦，全部自己買噶。女朋友定冇乜啊？可唔可以唔好答得咁模棱兩可啊？自己買，真係冇其他人送咩？冇啦，邊其他人啫？肥仔有一個，喂，出嚟啊！講到咁，仲唔係俾曬機會我？點會啊？你咁好，會唔會係你擲我條件太嚴格啊？都唔算太嚴格嘅，其他一樣，用咗心機揀都諗住揀個好啲嘅啫。咁個個都想要好嘢噶啦，不如你具體啲話俾我知，等我睇下幫唔幫到你揾。小小粒的不是很占空间已经很好的了。我不是小小粒米五都没有、啊。我觉得他是一点都不可以奢侈的，跟他在一起我完全负担得起的。我平时成日扮小学生搭巴士到什么都买小童飞，简直是十八区悭剑小天后、啊。笑起上来是蒙珠眼很可爱的。我怎知道笑得可爱啊，我一笑整个世界会停添、啊。最后他的 package 是样完美的，有大有细。衰人夫，有大有细呢啲都讲得出嚟，摆明就系讲紧我啦。啊，你估有冇咁易遇到啊？虽然你讲嘅嘢好难喺同时间出现喺同一个人身上，不过你好彩，因为有啲嘢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嘅啫。冇错，以前我觉得要遇到真系好难，但最近我终于遇到啦，真系好正。孕妇，你今晚会怕丑噶？你唔觉得好正咩？咁我真系几正嘅，我又细粒又接肩，笑得又靓，仲有大又细。讲乜嘢啊？咁大粒都叫细粒？大粒一米五亦俾到我喎，你有几细粒啊？咁细粒咯？哪啲 handiness 噶？呢啲咩择偶条件嚟噶？呢啲择偶条件咯，细细粒容易收藏，价钱唔会太奢侈，容易负担。另外路飞和 Chopper 还有多一款 Joy 的开心笑面版本，笑得好可爱。它还有 Full Line Up 的 Package， 有大大只的 Frankie， 又有细细粒的 Chopper， 完全啱晒我心水啊！你唔觉得好正咩？我讲紧呢啲择偶条件喎、啊，我完全冇谂过呢啲嘢喎。咁就要谂下先啦。肥仔咯，我咁嘅身形，我梗系肥仔啦，咩啊？